玻尿酸原液不稀奇，四滴五重八种形态的玻尿酸保养，由内而外保湿肌肤，细致毛孔。Hello， 大家好，我是 Vogue 美容编辑郑芳。大家都知道肌肤保湿的重要性，有很多像是保湿精华液啊，或者是保湿霜，都用玻尿酸这个成分来保湿肌肤。那你知道玻尿酸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吗？今天我就介绍六款最新的神级玻尿酸保养。那玻尿酸呢，它其中有酸这个字，很多人会觉得说，那它会不会像果酸或者是 A 酸一样对肌肤产生刺激？那其实玻尿酸它完全不会刺激肌肤，它是属于 pH 值是中性，是一个就是可以帮助肌肤可以吸水抓水保水的一种成分。有一些品牌也会把玻尿酸讲成透明质酸，它就是对肌肤有很好的保湿效果。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像一个海绵一样，如果这个海绵它加了很多水，里面海绵就会膨胀，里面就有薄薄的水分。玻尿酸就是有这个功用，如果你让它当成一个保养品擦在你的皮肤上面，它可以帮你抓薄水分，让你的肌肤保持一种弹润水感的效果。H2 玻尿酸紧致抗皱精华，像 H2 有一个黑绷带乳霜，它其实在台湾上市大概两年三年，它已经变成一个非常大家小资女都会想要存钱买的一个口袋的保养品，因为那个黑绷带乳霜被称为烂皮的救星。那这个新的玻尿酸的这个抗皱精华，它也被归类成医美等级的保养品。很多医美疗程啊，其实都是帮你注射玻尿酸，就是把玻尿酸直接注射到你的皮肤里面，填补那个凹洞啊凹槽，让你皮肤有烹润感。那这一瓶呢，其实就是有点打造仿医美的效果。其实大部分的玻尿酸啊，有分成三种形式，就是大分子的玻尿酸、中分子的玻尿酸跟小分子的玻尿酸。那不是说你用了大就是好，或者用了小就好，其实三种不同的玻尿酸它们都有不同的效果。像大分子的玻尿酸，它的聚水能力很强，所以它通常会比较浓稠一点，它就是负责在你的皮肤表面当成一个保水膜。那中分子的玻尿酸呢，它就是防止水分的流失。那小分子玻尿酸，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嘛，它就可以进入你的角质层的比较深层，就是帮助你撑起你的皮肤，让你的那个皮肤的凹陷啊或者是细纹比较不明显。所以如果有一个玻尿酸的保养，它能够拥有基本的大中小三种不同的玻尿酸，它就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玻尿酸的保湿液了。那这个其实它是用了五重的玻尿酸，就是它除了有大分子玻尿酸之外呢，它还有微囊玻尿酸，还有中分子玻尿酸，还有小分子玻尿酸，以及最小最小，据说好像可以深入到真的皮肤很深层的一个叫做乙烯玻尿酸。你一擦完这一瓶之后啊，它就蓬起来，让你毛细孔变成圆圆的，会比较细小。所以这个呢，真的是被比喻成一个神奇的玻尿酸保养。它的包装设计其实也很贴心，也很精密。它，你看它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像打针的挤筒，它其实可以拉起来。像如果呢，你想要你想要解决你眼周的细纹，那你只要把它弄到这个刻痕一的部分，再打开来，它的这个针筒所取用到的量就是一条，就是眼周的量，就像大概是这样。那如果你说我全脸都想要改善怎么办？所以那就是拉到最底，就是四条线的量，就是你可以整脸都擦，涂擦你的脸。涂擦到你的脸，就是可以一次改善一个基础的保湿啊，或者一些纹路啊。使用完它之后，你的皮肤好像据说啦，大概七天你就会有感觉，你整个脸就是往上砰砰的，有苹果肌，然后呢，大概有年轻十岁的样子了。Revive 水光针精华，水光针它就是取自于就是医美疗程有一个水光针，就是注射完水光针，你的皮肤就会立刻透亮跟蓬弹，它就取那个谐音，因为它就是希望可以做到这个效果。那它里面呢、也是有各种不同的玻尿酸，它有四种的玻尿酸。那你看一下，它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微晶球。那微晶球里面呢、其实也是融合了很多像是薰衣草油啊、白千层叶的精粹，还有荷荷巴油跟葵花籽油，所以你擦完它，就是你有玻尿酸的水润的保养的感觉，然后你也会有一些带点，就是很轻质的油感。我觉得像现在这种天气擦这个，我觉得也刚好，就是它就是也是很清爽、很滋润，而且有深层水霸级的保湿感。另外呢，它的味道就是淡淡的那种薰衣草的香味，所以让你擦完之后，你的皮肤会觉得
得到了一个就是很疗愈的感觉。所以这个水霸级的四 D 水光针精华也是就是大家想要选择玻尿酸保养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哦。By Terry 玻尿酸蓬蓬清痘保湿霜，这一瓶今年三月在英国上市的时候立刻抢购一空，就是卖得非常好。然后呢，所以就因为英国已经立刻抢购一空，所以我们台湾会比较晚上市。那这里面的玻尿酸呢，它其实有八种，它就是大分子有两种，中分子有两种，然后小分子的玻尿酸它放了四种，所以总共有八种不同的玻尿酸，它就可以分门别类，就是分工合作，让你的皮肤在不同的层面都有这个保水、补水、吸水的效果。它的这个质地啊，其实是蛮清爽的，是亚洲女生一定会爱的。如果你想要找那种很有感的保湿霜，可是又不想要太厚重，像之前流行的保湿霜可能都是无油的质地啊，很清爽，可是到底能不能做到很好的保湿不一定。那这个就是有八个玻尿酸成分的这个保湿霜，它就是擦起来就是蛮清透的，可是它的保湿的效果很久。那像我最近也是蛮常在擦这个保湿霜，我就觉得我擦完它之后，我的那个一直到早上一直到下午，我的皮肤还是软软嫩嫩的。尤其现在又在戴口罩，那你不要以为就好像戴口罩好像就不要保湿了，其实口罩下面的肌肤一直不断的在闷烧，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那这个保湿霜它里面呢还加了一些植物的角鲨烷跟维他命 B3， 所以可以让你的肤色比较提亮。像因为有人戴口罩戴久了，就是一直摩擦皮肤，肤色会比较暗沉嘛，那它可以改善肤色暗沉的效果。那另外啊，它里面全部都是用植萃的成分，而且没有香料，所以其实如果你是敏感性的肌肤，其实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蓬蓬的保湿霜 Giorgio Armani 黑曜岩新生奇迹绿精粹。那这一瓶绿精粹啊，其实用肉眼看就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小颗一小颗的一个微晶球，它里面一颗一颗的其实就包裹着重生蜜罗兰跟它的黑曜岩的精粹，然后外面呢其实它就是放了很多的氨基酸跟玻尿酸，你看玻尿酸又来了，因为它这是一个很重要肌肤一个保湿的成分。那其实玻尿酸呢，你在实验室里面看，它其实是呈现一种白色的粉末，然后就是你加了水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浓稠的一个液体。那这个绿精粹啊，它挤出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它的基底就是玻尿酸的保湿，然后会有一些绿色的晶球，就是有一些保养的成分在里面。那你使用啊，它其实一擦也是有点很滋润的感觉，然后也很好被吸收。你使用完之后啊，它其实改善你的那个细纹的效果很明显，它其实可以立刻解救你那个红肿啊发红的肌肤，也是一瓶很好的修护型的玻尿酸保养。打放全效舒缓健康乳，如果是喜欢打放的人应该都知道，他们家有一个粉红色的精华液，是他们的全效舒缓精华液，是他们非常明星的产品，而且已经畅销很多年了。那那个精华液就是可以帮忙一些皮肤就是比较敏感脆弱的肌肤度过一些换季时期啊，或者是你的皮肤突然泛红就是不舒服，它可以缓解那个现象。那其实用了精华液大家会觉得其实还效果还不够，所以这一款全效舒缓的健康乳的这个乳液啊，它里面就是含有它的一个舒缓镇静的成分之外，它也加了高分子的玻尿酸。那高分子的玻尿酸它可以让你的长时间的肌肤有保湿的效果，而且它可以帮你补水锁水跟帮助你的皮肤有点油水平衡的效果，所以让你的皮肤就是比较稳定一点。那其实挤出来它是一点淡淡的粉红色，而且呢就是其实它是乳液，可是它其实是蛮透的，很好就吸收了。其实像很多产品它都做得非常好吸收，因为它是精华乳嘛，所以它其实如果搭配一点点简单的居家按摩手法，它会给你就是皮肤比较烹饪的感觉，而且你用久之后，因为皮肤比较烹饪了，所以你的毛细孔就会变得很紧致，大的粗大的毛细孔也会慢慢的消失看不见哦。碧尔泉全效舒缓保湿凝冻，最后我要介绍这个碧尔泉的这个舒缓保湿凝冻，它其实跟刚刚这个打放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针对比较干燥敏感的肌肤使用。它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凝冻的状，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就是夏末的季节，因为像夏天有很多皮肤如果是比较混合型的皮肤，或者是容易出油的皮肤，他们真的觉得皮肤会觉得就是擦质地太厚重了会不舒服，他们喜欢就是有点冰凉的感觉，所以呢它就是加了有一些
些就是薄荷的成分，跟他们的明星成分就是一个奇迹温泉的活萃。那这两个成分呢，可以帮助你的肌肤有降噪的效果，所以他们呢就是被昵称是降噪凝冻。在夏天使用啊，其实我建议你可以把它先放到冰箱里面，因为它可以瞬间帮你降肤温。其实你的皮肤的温度只要降下来，你就不会有泛红燥热的现象。那另外它里面也是有我刚刚说的那个保湿的成分，它有大分子的玻尿酸，它有小分子的玻尿酸跟神经酰胺，可以帮助你去镇定那些泛红干燥的肌肤现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皮肤就是有一点点发痒啊，甚至是听说是荨麻疹，你擦完它之后你也会立刻得到一个舒缓的效果。那碧儿泉呢，它的这个产品包装设计也是非常的对环境友善，除了它里面呢、的成分不使用细磷，还有一些防腐剂之外呢，它的这个玻璃是可以生物降解的，所以呢也是对环境友善的一个包装。以上就是我介绍六款最新的神级玻尿酸保养。如果你还有什么彩妆、头发保养的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拜拜。